马上来台湾，想要当一个口译员嘛？大学是念西班牙数一数二，巴塞隆纳自治大学。然后我有法文、英文最高等级的那个证书，日文的 N1。没有一个毕业证书就很难应征，这是我大学毕业的证书，等了四年，我们的懒惰国王还盖章给我这个证书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新大跟班。